天王游戏深陷被支配的恐惧，被吻戏支配的恐惧。咔，过了啊！真带劲儿，真情流露啊！下一条啊！讨厌。你没事吧，尤老师？有事，他亲我。这不就是吻戏吗？导演明明安排的结尾，真假给我来真的。被大壮支配的恐惧。公羊传过关，衣服过关，裤子过关，书包过关，鞋。游戏，你怎么没有穿公司给你准备的鞋呀？喂。你参加拍摄这套衣服可是高端品牌蓝地赞助的。一会儿啊，咱们拍摄结束后，可能需要接受他们家的一个独家专访哦。知道了。刚刚查岗了，收拾。抱歉抱歉。人家哈，吃了吗？啊，御史默默，谁叫你在我房间吃黄焖鸡的？我以后不准在我房间拉着视频，不然我就投诉你。被失恋助理支配的恐惧。这个死渣男，你劈腿倒霉的却是我，我得想冷水给他找点事。不行不行，这样下去可真不是办法。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天王游戏在线卑微。我叫游戏，身为人见人爱的人气偶像，有脸有颜就已经足够了，努力那是普通的人才需要做的事。直到这个女孩闯入了我的生命，美梦就此开始了。你要的是这本吗？嗯。谢谢。我也要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大学毕业了吗？我男朋友已经博士毕业了。这就是你和你女朋友分手的原因。博士毕业了，就再也不需要他和他爸了，是吗？你。这位先生，你的这款表可是限量款，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你消费得起的吧。你跟瑶瑶确实结束了，那条答应分手的短信是我发的。虽然我是没看出来这位铜鼎小姐哪里比瑶瑶强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对吧，玉池瑶瑶，你们早就在一起了。怎么了，尤老师？堵车，到片场两个小时，完了，迟到了。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尉迟瑶瑶。嗯。这就是你想的鬼办法？我头发全乱了，全乱了。尤老师，今天的风是有点大，但马上就到了啊，再忍耐一下。哎，这个地方，我们都路过三次了吧？没有吧？你记错了。停车。停车。好，我出道六年从来没迟到过，今天也不能例外，懂吗？你帮我去挑衣服吧。太沉闷了，太厚了，太单薄了，太像土大款了。
件也不行，那件也不行，自己选。老师上课玩手机，投诉什么内容好？记住，别再被投诉。哎，几点了？12:30。12:30了，差不多出发了。那左手边第一件黑色外套给我拿过来。你明明就决定好了今天穿什么，为什么还让我挑这么久？我也没说你挑了我一定会穿啊。这个不是黑色吗？不沉闷吗？这上面有黄色小蜘蛛能一样吗？不沉闷。